8月3日，有网友爆料，乡村爱情中刘能的扮演者王小利喜得长孙，成功晋升为爷爷。视频中，王小利在产房外十分激动，抱着孙子时满眼心疼，最后更是喜极而泣，忙用手遮住双眼，遭众人调侃这爷爷怎么比爸爸还激动。不似王小利的光头，小小能的头发是乌黑又浓密，网友们纷纷直言这发量不错，将来可不能学爷爷秃头哦。在关心宝宝的同时，大家也没有忘记宝宝的妈妈。王小利的儿子王亮在妻子出产房后第一个冲上去亲吻了妻子，被盛赞是个好丈夫，相信将来一定也会是个好爸爸。据悉，今年52岁的王小利是赵本山的徒弟之一，在2006年凭借《乡村爱情》收获了一波观众缘，之后更是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，很受大众喜爱。如今小小能降生，大家也都替王小利感到高兴。范范也祝王小利一家生活幸福，小小能健康成长。